之前在一个 3D 网站，然后有看到那个秀健的 3D 档免费下载，所以就拿去 3D 列印试做一下，这是目前的成果。只是有时候会失灵啊，角度不对的话会失灵，不然其实还蛮顺的。这样子就会失灵吧？哎，没有。因为我忘记有个角度，它会前面有个会卡不住，你看，就需要重新再来。